说是垃圾车，控制器采用西门子可编程总线控制系统，硅胶控制面板，稳定性防水性好，填充器构件均采用高强度耐候钢板制作，结构牢固，重量轻，紧急停止按钮保障设备和作业人员安全。非产流线型灰面结构轻巧，废料顺畅，卸料干净彻底。